它是食物中毒案件，目前已经造成二死五人命危，就医人数也增加到了十七人。法医高大成就分析，可能是餐厅内独家食材出了问题。大陆都一家四口，一家九口，几啊条有诶无诶，怎死？一家九口拢死啊！啊，搁两年前搁死三个，最近去年搁死一个啊，两个嘛。所以甲看起來，是毋是去食着这个面？啊，这个面就是对大陆里边才有嘛。好，是不是去买大陆食材？高大成坦言，食物中毒致死在台湾是非常罕见的案例。不过，在大陆就曾出现过不少类似案件，也是吃到果条或者玉米制品米酵菌酸中毒身亡案例。建议检验单位可以从餐厅食材来源下手调查。下毒这重点，一定要随时啦，无迄个，互你拖几日工的，啊，你都无达到下毒的目的啊，嘛，买你无死的，互你要一个目标啊，擒贼草，一定要一项啊。你不差别无差别杀人，这台湾足少看的嘛。至于是否跟人为下毒有关，高大成分析，这几率非常的低。毕竟这些被害人没有跟其他人友情、财仇等纷争，所以他认为下毒几率微乎其微。当然是分对是病毒性、细菌性加毒药的反应，要分别清楚。啊，那细菌性跟病毒性快，但培养无。不过，食材供应商提供同样的食材给多家下游餐厅，但却只有宝林茶室出现问题。加上其中一名死者身亡后出现熊猫眼，是否致死的是其他变种病毒或者细菌，都还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。TVBS 新闻宠物医疗翻译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